耶！有没有很厉害？好小声哦！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，但是我自己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就是做音乐的，因为这是我生活中就是非常珍贵的 moment 这样子。吉他手声音大，当然你们跟我想的样子是更好的。小号手是香蕉，同时也是玛丽姚凯莉的，还有放克兄弟的小号手。然后昨天去买了衬衫，谢谢。贝斯手是我们最敬爱的长辈余光耀，然后鼓手是喵。喵因为昨天跟我住一间，所以他今天有点兴奋。好啦，你们既然都来到这边了，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。对，因为你们爬上这个艰难的楼梯，然后对，相信你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，对，也没什么啦，只是我只是觉得说，越来越觉得说，我最近在重看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的那个小说第一集的小说，然后最后一首歌。侏罗纪公园的小说，然后它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段话，他就说，就是他就是那个马康姆数学家，他就说，就是说我们人类获得力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就是付出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成为一个武术大师，或者是说你成为 easy， fuck。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付出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失去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获得力量，那这个时候同时你也会控制它，就是你不会去滥用它。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，他是说科学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只要阅读你就会获得这个知识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什么事你都是可以的，你想要获得名声，你想要 anyway。 然后我看了这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小说，我突然觉得跟现代的生活有点像，就是像网络的这个世界，就是你只要可以分期付款，你也不用很有钱，你就可以拥有智慧型手机，然后你就可以上网吃到饱，然后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随便的发表一些话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很寂寞，这样我自己在家也会啊，很想要打开电脑po Facebook， 这样不知道，反正很多人会按赞 ，I don't care，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。但是怎么会这样子？就是我可能今天po了一些仇恨的言论，然后但大家就还是按赞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，就是大家都把你自己最不好的东西放在网络上送给大家。好啦，我们要往正面看，就是反正你们都在这里，你们大概也不是这样的人，或者是说，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人，这样就是很想要发泄心情，因为我想要被按赞，我想要被。感觉到存在这样子，虽然我是 easy 这样子，我还是想要被感觉到存在。我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子，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差别只在一线之间，可是这个世界就一直往非常负面的方向沉沦下去，关我屁事啊！不知道，可是你们看了也会难过，对不对？我看了也会。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在 Facebook， 比如说像我好了，就是我很喜欢在 Facebook 发表一些智障的言论，比如说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来到，谢谢你们来到出头天啊，超智障的。但是我愿意当一个智障的人，因为我觉得
是正面的，起码你们会笑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了好了，赶快赶快唱一唱结束。这首歌叫做《尾巴尾巴》，延续我刚刚的话题，就是我今天看到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养你们的皮肤。对啊，我都有保养哦，我瞄就知道。不管你身边的人现在是谁，就是不管你跟谁告别了，希望不要不要，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这个，珍惜我们现在相遇的这一刻，因为一瞬间就没有了。这首歌是《尾巴尾巴》，谢谢大家。